这么快就来到这里了。精灵挑战是奥奇学院的基础课程。按照水克制火，火克制草，草克制水的原则，调整我方精灵的站位，可以更快取得胜利。不畏惧死亡。 在敌人未稍近之前，红莲业火不会熄灭。哟，就是你吗？我受到委托，要在你的手下工作。精灵挑战的首个关卡你已经通过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不死心的专属训练师了。您就是格兰特院长吗？我是准备参加最终测试的新生训练师。 工资也会上涨吗？不死心的等级已经达到上限，需要使用突破材料晋级。我的工资也会上涨吗？哇，这就是进阶的感觉吗？我终于得到了更强大的力量。阵法的八位守护者，打败他，向我。对自己严格，才能进步得更快。训练师，我是一个活。 烧尽之前，红莲业火不会熄灭。知道什么叫稳如泰山吗？我会让你看到的。从刚刚的作战情况来看，你已经领悟了格挡阵的精妙之处。每一位傲气学院的训练师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荣誉，这份荣誉会伴随着精灵训练师。精灵训练师执行的任务并不轻松，在很多时候都需要借助精灵伙伴的力量。 你教我来的吗？我为了你可是第一次踏足凡尘呢。找本公主有什么事吗？身体里的力量，哎呀，出去。
训练是与精灵的成长是同步的。涅槃重生？别开玩笑了，我可是朱雀。院长，初代奥合真有这么厉害吗？我看大家都很好奇的样子。像样的对手吗？哈！不灭真焰，永不熄灭。之前进了红衣衣服，就不能来点像样的对手吗？我来了，想吃糖吗？糖果炸弹 ，biu biu biu biu！哈，不灭真焰。永不熄灭，勇往直前。就不能来点像样的对手吗？